不美丽，偏差又没有一毫厘，有何关系？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，饿了就要吃，相差大不过天地。有颗刺激有太大太大魔力，太少道理，太大太大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都不还如此，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，谁的上天海里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等待什